Macau. Thank you so much for staying with us and wish you have an inspiring stay. 我们终于到伦敦了，不是澳门的伦敦人，好酷哦！就这个是新的，我们是第一个来这边，这个场馆来这个场地第一个开演唱会。我以前不带工作证，可是会被保全拦下来。他那时候很早以前，他是真的被拦。就。也不用讲很早以前了，我现在可能还是没来下来。这些人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我，难得来。澳门也是第一个在這裡，澳门也是第一次在这边开唱演唱会，然后也是第一个在这里开。没错，难得来，一定要好好的谢谢所有五湖四海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